6月27日，张伦硕、钟丽缇一家合体现身北京机场。钟丽缇和张伦硕穿情侣装超甜蜜，两人带女儿们合体现身机场超温馨。钟丽缇还和女儿们一起跳了《无价之姐》，画风超嗨。此前钟丽缇在机场听到有大叔在放《无价之姐》，立刻向大叔安利姐姐舞，热情教跳舞，舞姿妖娆，状态超棒，细心教学，越跳越嗨。钟丽缇堪称《无价之姐》的宣传大使了，这魔性的旋律果然洗脑又火爆。当天钟丽缇还和老公张伦硕大秀舞姿，姐夫版本的也很令人惊喜。近期钟丽缇正在参加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而老公张伦硕化身奶爸，在家照顾两个女儿。近日张伦硕更新社交平台，发布了一条带着两个女儿一起跳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主题曲《无价之姐》的视频。视频中爸爸带着两个女儿对于舞蹈的掌握还是很不错的，两个女儿也是遗传了爸爸妈妈的高颜值，并且在镜头面前的表现力也十分好，用姐姐们的节目歌曲为钟丽缇助威。